在这个主要舌头口被发现了，所以你看李信又吃雷又吃道具，对，在这种情况下秒一个已经非常不错了。然后回防的话，其实保卫这边也打得非常的稳，嗯，还没着急等队友。对，两个狙一来，然后安可把枪线一拉，直接过来。拿两分，七比二，好吧，拿两分。对于白沙来说，应该要换一个方式了。七比二虽然神奇比分，但是我愿意接受这个神奇比分。想让潇潇去排一下 B， 控一会儿，应该是想要去控一个主动出来的人吧。好像西某刚才好像也说了吧，就是不着急，可以打慢，对，打慢点吧，就是只要把你对方出来人给杀掉就可以了。换位思考嘛，就是打其他队伍的时候，什么方式让你难受，你也可以去利用一下。对。白沙其实这个队伍的风格还真的挺激进的，有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很激进。又来团 A 了吗？又爆 A 啊！又来了。看李信这边是在后路直接放，直接进，这把这把不扔道具直接进，牛逼！这个组合道具的话，李信可以往后稍微退一退。对。就怕不交。这门没烟了，直接摸，直接摸，对，直接摸，直接摸。没交。A 拉屁股来的好快啊！自己也要来吗？哎呀，漂亮，李信。漂亮，李信。过去的呀。而且他经营这个方式就是抱着别人已经到脚下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的。啊、怎么会？你要说你大脚步过来，你可能是觉得你人家没来，也就算了，没来。你是进步过来的，你就没必要再往，因为只有一个人。很干。太干了，这个位置。感觉李信在这个设置上出了问题。啊！别乱啊！出大问题了。下来不去切，你跟索爷，你就这么简单，你换人也行，对吧？啊，这边有方，剩下波尔斯自己，要么就搜后保命啊。他迷得很，他说不了。这 H 真的麻了，真的。那、啊、就让他妈一层换人啊！只要你一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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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拿一分，白杀七比二。不行，换个人单防吧。我感觉也是，让狙来吧。就真的是要换个这个 A 区，这个 A 区确实是就不能说七比二比分，神奇比分我能接受，兄弟们。让李信可能去打打。我今天就不信他们能神奇到哪儿、啊。做一个补枪。还是。主要是两个防守 A 点状态都不好。打他。又是 A 吗？又来吗？又来 A。就打李信啊。就打李信跟八哥，我先控。我双一能过的，你拉出来干。嗯，去吧。拉上去能控那边。嗯，控到死啊！这番控到死了。啊，控到死了，没干了，还好还好。哪个点位能控到人吧？嗯，宝宝这边在控 A 小。刚做过了拉啊。好。都在控。二后卫这边李欣要来主动了，漂亮宋华，因为他们是宋华牛逼，知道 A 人多了，你敢让李欣出来，就代表 A 人多了。哎，还有两，判断的非常准确，西莫。小心第一出来，小心第一出来啊！再卡一会儿。小刀又来了，是吧？没事，控到四十秒，还是小刀。想来看这个造型，十八的位置，因为中路和 B 还有九八这个位置不可能动的。再控，再控，不急啊。但包有点远啊。你动，我得拿包，准备上路来，拿包，小张，拿不来中路，看一眼来。往前来没听到脚步吧？刚刚漏了一下啊。你要上吧，我走九八。上。楼梯。三十秒。漂亮。打 B 了。安可这个位置能不能扛一个？哎，血量还有很多。有烟吗？给烟。漂亮，漂亮，七比二拿下了，那可以下包了。七比二还不够吗？七分还不够吗？前夫。九八是吧？我看我看。桥头这边 ，AK 一 AK 一个狙，闪光，怎么想来？哎，宝宝，宝宝自己消消息人说帮他看了。我打九八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